像这种都得用盐盘，不用盐的话它是出不来的，太小了，关键是。它出来了，再来点，撒的越多出的越快，看，哎，这个小头大哟，哎，这是一个小蛏王，这么点鼻子比那个大蛏王还大的，算了吧，太小不要你了，鼻子还掉，拜拜了。这是一个猫眼螺，给它看一下这个大小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不太大，肉还行啊，挺肥嘟嘟的，捏水是最快乐的时光了，就这样直接捏没了。行，这个把沙给它挤干净带着吧，天冷了，这种螃蟹都爬上岸了。哎，看这一点，哎，基本上都是上来晒太阳的，现在水里的温度比岸上的温度还要低，所以说都跑上来了。行，给你放在水里吧，走吧。像这个也不小，哎呦，这个比刚才那个更大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你是什么鬼？这也是个功能。哎，哎，这家伙不让我拿来，你跟我比长度的，你知道我深浅，我知道你长短。哎，怪不得呢，蛏王洞不是直上直下的呀，没想到，哇塞，这个月亮背可以啊，真没想到是个月亮背的洞啊，那窟窿也老大了，跟蛏王一模一样，这个月亮背绝对是可以了。行，带着了。哎，像这种瓶口的都是蛏王。哎呀，先给它续点盐吧，应该续满了，早续点好。这个是不出来了，不出来就盘它吧。应该这地方就能把它给挖出来，刚才看见它怎么跑的了。哎呀，还跑呢，啊，出来了，他是太聪明了，我撒了好几遍盐他都不出来，就得让我动手。哎，鼻子呢，鼻子还跑了呢，这个不算太大，也还行，够吃的标准了。说了，这个八爪鱼是真厉害啊，这硬生生的，哎呀，还不愿意出来了，出来，硬生生的把这个毛格给直接拔开了，它这个劲儿到底有多大？看，就这么点小八爪鱼，直接把这个壳给扒开了。我要再来晚一会儿的话，估计肉都被它给吃了。就这一个槽头，我估计这些肉都让它消化没了都。进来吧，一并给你带上。这叫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。能看见这个牙齿吗？这是它的眼睛。出来吧。哎，这是个多宝鱼啊。哇塞，要是个活的我就赚了。出来。哎，是个活的，这应该是天冷了，水凉了，都不爱动弹了。来，咱把沙给洗洗吧。像这种多宝鱼是最喜欢卧沙的，它的技能也就只会卧沙。哎，还想喷我一脸水，你咋这么能耐？你咋这么能耐？行，这个带着了，这个等卖的一斤多，走吧。这样的包应该就是毛杆。出来，去了，我还以为是毛哥呢，
这是一个花山蟹，冬天的花山蟹也上来起包，夏天的话它直接在水里游泳。来，这个给你再放里面，像这样的小口就是黄蚬子，扒开就能看见它。哎，这么点啊，都快要赶上我这手指盖了，比一下，差不多大啊。进来吧，等你长大吧再过来抓你。